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给我戴上头套之后打晕我？干嘛不杀了我？昨天晚上已经有一个奴隶替你去死了，带下去，剁了喂狗。是，放开我！哎，哪儿来的野丫头啊？堂堂冥府都不认识。冥府，我有事相求。大胆，不知规矩。冥府还有公务要办，让开。冥府，您是云州的父母官，小女若不是有急事相求，也不会如此冒昧。哎，去去去，要伸冤，去击鼓啊！哎，你有何事要禀啊？ 您听我说，我的身份不便说出口，但若您方便的话，能否帮我设法带个消息到长安或是洛阳？你什么身份呐？我乃永安公主，不慎与侍从失散，呈现之后便一路逃到此地。冥府，若您能助我返京。 陛下一定会重重有赏的。你可有凭证啊？凭证？失散时，并未带任何信物。可我真的是公主，是阿翁亲封的。哦，那你可有宫中随身的物件？宫中的做工一看便知。都被抢走了。你是从哪知道的消息啊？倒是灵通的紧，朝廷倒是下了密令。 暗中寻访一位公主，可是你说你是，你就是啊！我就知道阿姨会派人找我。冥府，我真的是公主，你相信我是真的。冥府，求求你帮我带个消息到洛阳。冒充公主，暗律正名。拿下。是。冥府，冥府，你为何不信我？愣着干什么呢？拿下。哎，罢了。 那去吧，也是个饥不择食的可怜人。当下乱得紧，这几日新刺史就要到了，我哪有功夫理会这个难民呢？哎，小心啊！阿姨，你们为什么还不来接我？你们不要我了吗？